清水湾的电影院，今天终于有机会进来看一看，选了一部电影《金刚川》，过来欣赏一下这个电影院到底有多好。六号厅这边啊，还是很大的，很期盼，没人看，就进去瞧一瞧。这么多厅，电影还没有开演呢，看看有多少人在看。还是这家妈妈菜坊，人好多，基本上都是满员。吃碗 biang biang 面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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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，烧子面，一会儿选上一看吃什么。